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一个矩阵 A，好不好？它每一个位元 IC 定义如下，其中 I 是一二三，J 是一二，求这个 A 矩阵是多少？换句话说，我可以写成哦，这个 A 矩阵是由 AIC 所组成，行不行？其中告诉我 I 要几列？三列，几行？两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I 有三列，对吧？哈。J 有多少？有二，J 数二，所以说它是一个三乘二矩阵，行不行？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什么叫三乘二？前面是列，后面是行，所以说列有三列，还有两行，所以交错出来有几个位元，有几个元素，有六个元素，这样行不行？其中这个可以写成 A 11，A 12，A 21。A 22，A 31，A 32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把一个一个把它找到来，这样行不行？A 11，还有一代，只用一代带进去四七二，A 12带进去二减四负二加一四七负一，来 A 21四减一加一四，这样行不行？A 22四减四加一一行不行？31，6。六减一加一四七六，这样行不行？32，六减四二加一四七三，所以说我们就得到这个 A 矩阵了。OK，把它看一下。